今天是2024年6月19日，是今次的行程的第八日。今天没有行程，我们吃了早餐之后跟着就去执行李去机场。现在上车跟着去哈尔滨机场。爱惜自己的身体啊，把这个快乐的源泉更好的保存下去。所以最后这个源头的源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回去之后身体健康，财源广进。谢谢你们。感谢我们的中心嗰啲即系凹凸酒店啦，我哋叫做吓就咁，所以有机会下一年更加两个钟头啊，同埋佢会有好多嗰啲小装置。check 完之后入咗机场，而家系等相机啦。啊，相机啦，翻去啦。唔系啊，要转机啊。系啊。而家要去个机。好嘅。好快就嚟到北京机场转机啦！而家到无人驾驶嗰度啦，去翻国际机场。我就由几岁已经去到咗一次咯。系，翻香港是4:05起飛。翻到好夜咯，咪？而家是由北京系飞翻香港啦。而家已经降落咗香港赤鱲角国际机场。系翻嚟香港啦。我机啊！多谢收睇，欢迎订，再见。